一星期有七天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四五六日，小秘密，我有一个小秘密，打电话。传简讯，我要怎么告诉他？一星期有七天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星期日、星期六，星期五四三二一，左等等，右等等。电话怎么还不响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等你的电话来。过一天算一天，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打电话、传简讯，还是没有告诉他。过一天算一天，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为什么？365天，我觉得我应该不要害怕告诉他。小秘密，现在电话打出去。喂喂喂，我是美丽。喂喂喂，我是大力，有件事想告诉你。我在等你告诉我。你知我要说什么？知道知道，你快说。不好意思告诉你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约你妹妹去吃饭，你说可以不可以？